佳的在昨日再次释出了巡演的花絮，真的好羡慕在现场的哪位蓝们。而在演唱会中途，孩子们突然进入了尬舞的环节，看他们充满活力的样子，真的会被感染到。但没想到在最后轮到舒华时，一切又再一次的失控了。舒华在一个侧翻进场后，瞬间开启性感模式，直接让后面的姐姐们全都笑到站不起来。且说到了演唱会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疫情影响，没能让父母来到现场。这时孩子们一起抱上去，并且说着“我们也是家人呐”，瞬间让北京狗狗的眼眶泛起了泪光。아조금아쉽지만이제부모님초대를하고싶었는데근데나는가족이여기이유가많은데가족이야有家的真的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魅力，已经快要等不及孩子们的下一次回归啦。